Hey guys, so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and today I'll be doing a vlog to ICT Shah Alam, and I'll be speaking in English and Mandarin because, you know, I just got my braces, so it's a bit difficult for me to speak like fully in English because the words might be weird. Yeah, so I'm at my friend's house, 就我现在在我朋友家。 然后我们是前两天就在网上订了那个 ticket 的，然后因为现在是 Ramadan 的期间，所以那个 ticket 是很便宜，就还没有 discount 给我们的啦。然后我们是没有去theme park， 我们有去theme park， 我们没有去 water park， 因为它现在在 maintenance 中，就是在装修中吧，所以我们是没有去的。只是其他那些 museum 啊，我们大部分应该会去啦。如果时间。 就如果有多的话，我们应该会去玩的。可是我觉得不够啦，可是我们尽量哦，就要尽量安排好那些时间。所以现在我是在我的朋友家啦，然后他爸爸等下会载我们去，所以等下再见吧。现在，我没有闪哦。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可是哦，现在没有人了嘞，很恐怖。冷。今天冷吗？啊？冷，我也是开始冷了。 等一下，我很冷耶，真的很冷。所以我们现在在火车，然后其实我是很冷了的啦，今天，所以真的是很冷耶，其实，就这样。那我们现在坐火车。 现在已经冷到很不行了，很冷耶，很冷。你要出去一下啊？要走，你出去一下，出去一下。出去一下吗？出去一下，出去一下，出去一下。 因为太冷了，然后我们现在应该会进回去，所以，行耶，感受如何？很冷啊。所以我们现在进到来了。 然后现在又开始冷了，然后真的是很冷啊，因为我们现在是 negative 9度哎，我也是 negative 9度，所以我们又出来了，因为太冷了，是不是？行耶，冷吧。 好冷，太冷了，太冷了。等下我们可能会进多一次，因为要玩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已经玩了，所以我们现在出去啊，不要进来了，太冷了，啊。
然后我眼睛开始蒙了。OK， 我们现在要去Red Carpet。星爷，嗨。嗨。假的，哎，拍，等一下拍我在上面没？这是 online 的失败啊！当然，我啊，哎，这是什么样子的？哈哈哈哈哈哈！完全是你，哈哈哈哈哈！你真的哦 ，Oh my god！ 我怕就是面恐怖。是不能那个创作人。不知道，有名额。哦，没有。成龙。成龙 ，Oh my god！ 啊。谁的？这个，这个。那个百虫钢。然后还是没有很多啦，就不会很多东西吧，就很普通样咯。所以我们现在的时间是一点半了，然后订房是五点，所以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我以为有可能会到四点这样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好像时间太快了，还是。我们去到太快了，然后四点关很慢，所以我们现在应该会去吃东西先，然后你要做我们 mix 吗？Selena 是这样的，谢谢。所以现在我们是在休息啦，因为订票是五点开，然后现在才两点多，所以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然后我现在是在浪费时间的，因为我 expect 我们会玩到差不多四点，然后我们吃了东西过后就五点嘛。But 哦，我们刚才玩到一点啊，就吃东西过后是两点多了，然后嘛，我们就已经玩完了，因为那个 snow walk 啊。很冷，所以我们就很早就出来了。然后 Red Carpet 跟 Museum 呢也不会讲很多东西，所以我们没有浪费很多时间在那里啦。然后现在那个 Theme Park 是很空的，然后没有人的啦，因为还是比较是晚上的那个时间吧。然后这里会很美啊，晚上因为很多灯啊，那些树，所以哦，我现在是在浪费时间啊，因为。真是没东西做，过我们就在那边休息吧，等时间过。嗯，然后我现在是很热啦，因为穿长袖衣嘛。然后我们等一下见吧。啊，所以我们现在是4:55，然后我们还有五分钟，然后我们可能会玩那个 bumper car 先，所以呢就。就我们已经等了很久，我们刚才在 Old Town 哦，什么，待了很久，然后我现在是很热很热很热，然后我们现在等5分钟倒数，我们就可以玩了。
终于，哈哈哈。就我先开始啊，那些工作人员啊，就在那边 try 那些东西啊，那些玩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Oh my god, this is so high. 嗯。Oh my god! Oh my god! 有屌到。Hi. So boring. 我现在。哇！我准备走进去，我有天想说，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玩了那个 Pirate King 啊，然后还是很高一下的，我觉得。过后现在我们要怎么去玩 Bumper Guy 啊？是这些？是。上了吗？上。哇，没有人的。我们四个人一起玩会比较爽，感觉。好 ，OK， 所以我们本来是 Bumper Guy， 可是那个人在清理，所以我们去做这个好像一个小孩子这样的东西。嗨。谁呢？我愿意。去 Bumper Guy， 然后开始很多人了，所以不只是我们。脚开始了喂，讲哦，走。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做 Bob 玩 Bumper Guy 多一次，然后现在是7点 ，and then 我们还有3个 ride 还没有玩，因为那个是晚上玩比较美。
然后刚刚我们玩了 Space Mission 还有那个 5D Cinema， 然后是感觉 OK 啦。 5D Cinema 是 roller coaster， 然后你就戴那个眼镜，然后 3D 这样。 OK，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天暗了，然后我们要玩这个东西，我们要做第二层的，第二层的是Future House。 所以我们现在玩那个旋转木马，然后他不给我们上去，因为不懂，所以我们就所以我就玩在楼下的。童年的回忆啊，没有歌不好玩。他们应该也懂我想讲。现在是九点，七点多是吗？八点零六，我八点了啊！哦，时间过很快，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忙完了啦，剩下那个 Ferris Wheel 吧。嗯，然后我们现在是要走走，然后就拍照，因为那个 view。过我们是玩了那个 swing 的啦，然后那个 swing 哦，不是很高吧？而且它不会很快，所以。不会讲很刺激啊，所以应该是最爽是 Disco Ride 啦，就那个摩托的那个很爽。So 我们现在是要玩那个 Ferris Wheel， 因为我们之前那个没玩到，然后现在已经天暗了，然后现在是八点半，然后我们玩完那个后可能就回了。玩那个摩天轮了，然后我们现在可能会玩的是那个 Pirate King 啊，因为很便宜，所以我们可能会到班龙玩的一次，然后就回了。所以我们现在又做的一次那个 Pirate Ship， 是不是？因为最后一次，然后我们就回了。是，我在拍照。拍照最高的。哦，我拍了。